第三十九题，下列有关 H2O 的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知道 H2O 就是我们的水的分子式，所以选项 A 是对的，不选。这表示呢 ，H2O 是两个氢加上一个氧所构成的化合物，所以选项 B 也是对的，我们还是不选。看到 H2O， 我们就知道它是两个氢加上一个氧所构成，所以它们的最简单整数比是2:1，所以选项 C 也是对的，我们还是不选。但是呢，它这里面只有氢跟氧 H 跟 O 两种的原子，而不是三种原子，所以选项 C 是错的，我们要选。所以第三十九题问我们说，下列有关 H2O 的叙述何者错误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 代表每个水分子是由三种原子组成。